有仔咧就准备拍摄一个灵异节目，一个就系我哋D頻道同另外两个单位就新嘅节目 crossover 嘅节目，有呢个 Danny Discovery 同埋呢个做出嚟感冒烟三个单位搞一个节目。当然啦，我系冇 join 噶啦，唔系我惊鬼，因为我出嚟讲啲鬼一嚟见到我就死，冇嘢拍，所以我唔出现。咁我而家佢哋喺呢度咧，就係做一個 rehearsal， 即係我哋會去啲廢區嗰度拍啊嘛。咁啲新人佢哋對主持佢哋冇經驗啊，咁我哋就揾我哋公司樓下呢個停車場，就俾佢哋做呢個練習。練習啫，唔係正式嘅，俾佢哋培養呢個默契。而家佢哋就喺嗰度 rehearsal。呢度嘅氣氛真係唔錯，你係嗰啲。燈閃下閃下咁樣，事關呢啲唔係污糟嘢啦，係燈泡舊咗冇換啫。兩個那個靈體在這邊。長相。他是看到整個五官，然後衣服。呢個係我哋嘅收音先。呢條友天不怕地不怕噶，佢曾經同一條老虎打過交，細老虎啊！打完交過後，那個老虎不知道去了哪裡，到現在沒人見過那條老虎，很厲害。這個靈異節目呢，賣點在哪裡呢？我們看過那些靈異節目，很多很多都是要請這個師傅去的，但我們這個節目呢是沒有請師傅的，因為這個 Danny Discovery 他們一向做事以來就是很大膽地兩條人就走進去了，是完全沒有師傅的，即是呢啲唔係叫做大膽啊，呢啲叫做等身舞啊，真係離曬譜啊！咁呢個節目就一樣咯，係唔會有師傅入去嘅，就係佢哋四條友。咁其中一個 Danny 咧，佢就係有呢個音容眼可以睇到啲嘢嘅。咁另外一個咧，做衰咧，佢就喺呢度有就有多少知識啦，即係關於嗰啲神神怪怪嘅有多少知識啦。咁由佢哋帶隊咁啊入到去探靈咯。呢位就是我哋嘅做帥大哥，最靚嘅仔。呢位就是我哋嘅 Danny Discovery 嘅版主，即係聽講你係可以睇到嗰啲嘢㗎，係咪？係啊，呢度真係好猛。真係啊！真的，我現在我都已經雞皮疙瘩了。雞皮疙瘩。雞皮疙瘩。呢個係即係切過一個節目嘅賣點啊！喂，大佬冇師傅喎，萬一真係有咩事發生嚟講，真係我都唔知啊！啲老細負責嘅，唔關我事，我出嚟 hea 嘅啫。嗱，頭先嗰啲咧就係練習緊咯，練習緊，即係喺嗰啲場所有咩突發事件咁樣。咁呢度係冇嘅，呢度係練習場所嚟嘅啫。啊，咁即係大家新嘅組合嘛，要配合下，要練習下咯。到時嗰啲情況咩突發情況之下，佢哋要點樣去控制，要點樣去組啊咁樣嘅嘢，唔簡單噶，真係你冇諗住拍個節目，真係好簡單，其實唔簡單噶。有好似我哋拍戲要排戲、唱歌要練歌，拍節目都係要練習嘅。吃飯是不需要練習啊！我而家肚餓咗，我想吃飯喎。咁佢哋就介紹我用呢個 apps 叫做 SLS， 呢個咧可以跌得到嗰啲靈體咁樣嘅嘢。你睇，即係有人嗱，嗰度有人啊嘛，你照一照。那裡有人嘛，那他又跌到那隻人體咯，那裡很多人，那就跌到那個人體咯，那到時呢這件事就會下去探靈的時候會用住去了，即是打個例子，你問這樣的地方如果有些影出來它就是那些東西來了，那現在這裡沒有嘛，喂，撲街啊，吳家親傻在他他真的有人傻在他，我先啊，喂，等下俾完得未？等下俾完。
有你喺柱頭嗰度，柱頭柱頭柱頭，呢、這個好明顯啦。冇咧，我影唔到咧。嗱，而家佢用 Apps 嚟探索呢度有冇嗰啲嘢。咁如果你哋係睇 Danny Discovery 嘅，都知道咯。佢哋呢兩條友真係等心冇啊，真係離曬大譜嘅。你呢年不怕咯，你哦？沒有感覺。沒有感覺啊，孤立哦。我的角落都照到30秒，是剛剛那個柱子那邊就有。柱子那邊有是。Danny Discovery 咧，做一個嘢好特別嘅，除咗用呢個 Apps 過後咧，佢哋做一啲器材啊，好似嗰啲探嗰啲幽靈嘅聲嗰啲器材啊，嚇，即係好似我哋睇以前睇吉都那個 Goldbuster 啊，好撚有型嗰啲器材，佢有喎，唔係靠揾 sell 嘅，遲啲喺呢個節目嘅時候，佢就會 show 曬出嚟噶啦。好啦，我係時候去食飯啦。咁呢個節目即將會播出噶啦。咁嗰個節目嘅名咧未諗到嘅，佢哋仲喺度讀緊嘅。咁期待一下啦嚇，因為一個新嘅節目，毛師傅嘅，好撚大膽嘅。OK， 留意。